桌顶上有各种台南在地优质农特产，唔那是家己食，也是要送礼，拢相当适合。伫中秋节进前，慈富农业局是特别甲南方购物中心来合作，只要伫网络上轻松下单，就会当买到优质台南好物咯。今日市场媒体除了亲自到场参与以外，也特别提醒民众，伫网络上购买，唔那是方便，但是金额超过200元，更是当参与抽奖，民众快活把握。我们很骄傲的宣布，我们参加线上抽奖，不参加那个网络抽奖，登记的金额已经超过20.4亿了，应该今这一两天就能够超过20.8亿，就能够实现我们要追加第二栋。这第二户抽房子的这个诺言，那所以说希望说大家一起来。目前台南分店已经在8月底采收了啊，透过外销、内销甲加工，产销是相当平稳。刷来风油嘛，有家伫9月中下旬来采收九期，各种无同的油啊，都欢迎民众多多采购，嘛来欢喜过中秋。